咱们这次的这个口号是什么吗？跟着 JC 走，吃喝玩乐啥都有。那行啊，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JC 新年锦鲤，小小小西，啊，然后也是今天刚接到他，然后刚刚入住。今天怎么样？累不在路上？嗯，虽然累，但是很开心能见到阿布山。是吧？你是从哪儿来的呀？从苏州。哦，苏州，然后到徐州转的车，然后再来到青岛。对，没赶上玩。你是什么时候喜欢上阿布山路的？9月份就是那个拿来亚运会决赛嘛，亚运赛打那个伊朗是吧？看那人长这么白这么帅呢。哦，这么白这么帅。一开始没怎么关注，然后嗯，亚运会的那个视频我看了有20遍都不止。就是比赛的他的集锦还是就整个的录像？整个为了他看了整个的录像。快进就是看他拿球，在那个解说一直在夸他嘛，然后从头看到尾。对对对，确实他啥亚运会确实打得好的。我看他比赛看过2次联赛，1次国家队的。哦，都是现场看的。对，现场去。就只要他在这个你们这个华东地区出现了，对，这个经那个江浙沪地区出现要就去。对。行，那我们也是，你好好先休息，然后我们到时候赛场见。好，好吧。好。你好，服务员。你好，服务员，房间需要打扫吗？我吓到我了。Hello。Hello。你好。我好激动啊！别激动，稳住。大老远过来的，你从哪里过来的？啊，从苏州。从苏州啊？对。嗯。坐，你们可以聊天。昨天来的。前天啊，对，激动的包都掉了。我见了你很多次哎。是吗？对，我在上海国家队我去了，那个现场叫最大声的就是。你就是临近有他的比赛就去看。对，在苏州那场，不是有个男的找你签名的吗？然后就是我怂了，没敢去找你。你下次你可以找我，我记住你了。那你知道你中了这个大又机票又门票的能来看球能来看他，你当时什么感觉？激动，我就想过来看看比赛，看到你就好了，没想到今天见到你这么多。别害羞，别害羞。然后完全不知道今天要见到他。不知道，吓死我了。你还有什么想跟他说的？既然都见到了。你长得好帅啊。能不能不要这么换一个？对，换一个有深度的。换一个呀。希望你打得越来越好，好，然后争取能够进 NBA 吧，然后还有什么，紧张的说不出来了。没关系，以后多支持他。好，嗯，我们以一个拥抱来结束今天的奇遇吧，好不好？我们给予一个温暖的拥抱，我们快结束吧。谢谢，好，谢谢你支持，那晚上见，好，赛场见，拜拜。高兴认识了你，于是我先介绍我自己，在广阔城市里用音乐写我的日记、yeah. 有人与我们为敌，有些人却成为了知己、yeah. 无法理解的命运像无法离开的日历，什么使你生气，什么又让你开心 baby， 度过了冰川期，太阳会升起，无法违背，我无法说得清离开我遇见你的原因，请你像纪念品，好好说，继续前行。